装吗？太棒了！哎呦！等等，等等，干等等，干等等，喂，你这个脸上像冰淇淋的人，那么多种颜色，你也讲个名字出来听听看呢、啊？我的名叫七彩金光人呐、啊，哦，七彩金光人，那没关系。你听，弯弯鸭传来几天的瓜香，飞哥出场了。好、哦，今天吧。马术表演，哎。飞哥，王八，谁打你啊？七彩金光人，基本上我是一个斯文人，我是不会跟他计较的。但是他讲了一句话，太令我生气了。他讲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不敢讲。”讲啊！不要来讲了，你等一下要那打我，我绝对不会动手打你，我发誓。他说：“哈，张辉是个老色鳖。”阿姨啊，等一下，你刚刚在这观众面前讲哦，你不可以用手打我，对，我不可以用手打你，但我可以用脚踹你。我还要躺下来啊！男人在后面，这种人啊，只要交给关口阿管的品源就可以啊！阿管的啊，这人对我强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哦哦，好像啊！打火锅一壶，走！哦哦，今天 end 到哦！好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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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朱十万，你听得到吗？什么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天哪，我怎么都听不到你刚刚跟我讲的内容！天哪，我怎么听不到呢？听不到，这很严重。那我们换一样乐器好了。这样子听得到？哦，差哪西啊？这样子吗？你搞丢啊！不会吧，我都听不到声音，我的耳朵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！啊，耳孔听不到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真艰苦又难过的事情。因为咱有时啊，甲伊讲话，咱明明甲伊讲关门哦，门关起来的关门哦，伊发都听到肛门。啊，你要安怎嘞？来。派兰股下科技有限公司所出品的《米老鼠助听器》。改了吗？冲上！米老鼠助听器，这是2004年派兰股下科技有限公司所最新推出的科技产品。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那些听力不太好，你看我们的
这种啊买当试看卖咧，这种啊挂落去就算无效嘛，真古锥哦。亲戚朋友看到卖讲话，卡哇伊呢？就算无讲卡哇伊呢，卖甲你塞两个讲傻哪里呢？所以有遐观众朋友，赶紧卡咱专门转大电话，零五七五五七六五七，第五七挂五七双五七，挂五七五七，闽南族助听器。人讲春宵一曲值千金，一曲就是十五分钟。这是古早人对一个查甫人的健康，保证下最低最低标准。相对相对讲，在咱现场，这些男性朋友。绝对无一个法度超过十五分钟这个标准，包括阿点在内，嘛是同款法度超过十五分钟。所以呢，你要安怎呢？来介绍一下，先救车的好所在，台中十五分钟救生中医诊所。哦，十五分钟救一生。十五分钟救生中医诊所，邀请到台大医学院。附设临时托儿所，内底专门伫咧做绿豆汤的这个乌巴掌，因后生的厝边对面伫咧卖冬瓜茶，新衣冬瓜汁，亲身来看见。这个新衣冬瓜汁已经十几年无咧替人看病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无牌嘛。替人看，太记得哦。台中十五分钟，救生中医诊所。哦。哦，好厉害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小龟龙电动车，大人囡仔拢好骑，这台买转去，爸爸骑去爬车啦，妈妈骑去找客兄，囡仔骑去甲人冤家相拍。一台全家四过行，电动车唔免清牌，唔免加油，佫唔免驾驶，佫唔免戴安全帽啊！但是若弄到，一定会变作正惊。小朋友，电动车骑去高速公路真正怕，但是一定开罚单。上班买菜载囡仔，逛街食品别回啊！小朋友，电动车赞啊！可以，厉害，是啊。小飞龙电动车又过在咱大哥大购物频道，所以引进来国内，来享誉咱的国人，和咱大家会使享受。这台呢，会使讲是非常赞，唔免加油，唔免清白，佮唔免驾照，是只真好的一个物件。大家会使看到这台电动车，驾驾伊就会行有无？但是呢，本公司呢，为着要回馈咱各位社会大众，只要你买台小飞龙电动车。我今麦阁送你一组保护你生命安全的安全气囊。我敢讲，全世界无一台奥多麦，也是卡达车，有附这个安全气囊。哦，对。我送几包给你，当你骑这台车有无？要去跟人弄到下到的时阵，安全气囊摕来开一喷。不发饮料的，那客人因感情。无电话飞去，但是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惊讲安尼袂赴你的，无要紧，你到下来再两支分好下来哦。你甲分咧等，吼，手把一边换一支，特别讲下到时阵马上刷来银行。哦，你生命安全。小飞龙电动车原价一台台币咧十五万，即马美金特价五千块就会使了。我靠！有需要的观众朋友，即卡。88527777，爸爸我要七七七。如果咱大哥大购物频道所推荐的小飞龙电动车，
哎呦，七彩金光人啊啊！我跟你讲哈，我准备的电话这个全部一招就你拍死。慢笑，我后边一个人，这个人做得真厉害，你有法度个安怎？咱这个来讲请。到底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哈？太国军来，太国。哎呦！哦！啊，少年的汉差袂歹啊，拢有咧食北港六笑死哦！来，看我的头壳，你就知名叫焦头白。焦头白先生啊，你要安怎？我要来挑战你。没条件，我跟你讲啊，这边的人才啊一大堆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下骹有啊，有咧做庙公的白云，有啊白云哥哥有啊，也个有啊，也个有迄个有啊看风水的有啊，迄个老师有啊，也个啊，敢若龙翔大哥啦，你叫他叫死啊！哦，哎呦，安尼讲嘛是有影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跟他们借助一些力量啊！啊，各位大哥大姐们，麻烦把你的右手举高，像我这样子，啊，手张开，把你的力量传给我。飞哥要借助所有人的真气，用掌心来接收。他要使出什么必杀绝技呢？纵臂大哥大！啊，各位大哥大姐们，麻烦把你的右手举高，像我这样子，把手张开，把你的力量传给我。好，五秒钟，好，有没有感觉到手热热的？有是不是？好，那盐就可以放下了。你先等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们讲没有的话，我会叫你们继续举着，举到这为止。但是这边功夫，偏偏那里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今晚已经中着我的功夫，一二三杀人法。好，这是多几门的功夫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今晚我就落去，啊，你卖念金龙三哈，啊，你念金龙三，你就出大事，无念你就有保平车。啊！奇怪，为安怎样讲什么？我念一两三，啊，就会出大事。要我暂停，替我念看卖。一、两、啊，会惊。怕死啥？你念累唔知安怎？你讲啊，只臭肥牛呢？好啊。来，大家一起来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！啊！哎呦，太危险了吧！啊！焦头排罗啊！可怜啊！哎呦，一个粉焦差点飞飞去啊，真恐怖！哎呀，精彩！到底大哥大闯江湖，要给我整什么故事嘞？欢迎各位哈，下个礼拜再来看我们的阿刁破地狱。